对。觉得大不了，不能跟他硬拼，绕着走就行。保持推线节奏就行。我没补怎么刀，没办法，他不让我补。这波月坛能换，那自己肯定是活不了，感觉没必要。我现在大优，不是哥吗？还挺果断的，我想交易窜出去的，我一没窜出去，这波应该直接交闪现。哦，这把跟我有一把很像，他闪现一，哦，那个有点像，直接被打死了，不够细节嘞。不过问题不大，我容错率很高的。补刀都一样，给个眼。只要能闪出来就有了，没闪出来，主要现在韧性太低了，挡不住的。一秒钟的眩晕基本上零韧性，来不及交闪了，再交闪也死了，因为全已经要 A 出来了。豹女应该会保护他吧。不保护他，他要炸。海旋，对吧？容错率很高，可以慢慢来的。都耗两套，他不可能打得过我的。上波这个。只能说这个判断上有点问题，我觉得E能窜出去的，结果窜不出去。
是打得过，但是阿卡丽要来，应该是死。暴女的问题，暴女全责。咬住了他根本意不到我，他想打不打我一拳，往后退就行。W 改一下就行，嘿嘿啊，漏了一刀，这我的队友崩得有点厉害，对吧？这里应该是红鲁 Q 为主，如果说万豪来了的话，要等下一个 W 嘛，看他的 E AQ 然后 W 嘛，可是 AQW 触发不了那个呀。给 E 刷50怒气，我对这鳄鱼的怒气有时候就把控不好，等月上路他就彻底炸了，还要漏再漏两波兵，这个塔给赶紧跑吧。防塔失误了，抓到了，他直接移走。还不走，应该是跑了啊。中单来了，那我可打不过他，我能吃个果子吗？
哎，W 我一下，我操！让你混个助攻，你想 K 头，怪不得你一杠三是人在玩啊！本来我都不想说，看干是人事儿吗？啊！你不杀就想让头，不让啊，这种情况下不让，让头看情况，这样还让个毛啊，只是给个助攻经济多一点。炸了一个辅助，哇，对面的火力，我的妈呀！得先 A 个阿卡丽，我要 A 卡莎，那么这阿卡丽等一下一个技能把我戳死了。
行吧，就这样，可以。怎么玩鳄鱼出哪个魔抗啊？有没有懂哥？玩鳄鱼是出哪个？这个嘛，55还是这个？ 80？ 出这个是不是厉害一点？最后那个，用到了这卡莎，没记好。啊？干什么？得出两件魔抗了，对吧？再来个拜魔吗？拜魔和自然之力吧。看着抓不到，我还是回去补炮车吧。我还是回家吧，卡莎没闪，有大有闪，抓不到很正常。走了走了走了。但是先锋快到期了，我得去把中路给放了。你自己去把塔给撞了啊，去吧。应该是能撞掉。鱼人去开。思考了一下，还是出自然之力吧，对面还有点灵活。人也不知道给他哪去了，哎，为什么大龙就直接给了呀？
算了，大龙给了，小龙给了吧，反正都不要嘛。你俩能打过万豪吗？我怎么感觉有点费劲儿呢？什么幽默二人组，我操！大刀放的有水平，兄弟。你为什么会在他脸上放大呢？不理解。我是真不想说，但是真的给我造成了太大的伤害了，我是不想说的。瞎子，你大把它大开呀、啊！你把它大，现在大开了。还有这阿卡丽莎来送我。
这哥们怎么又一个眼不放啊？可是这波他们不会去偷大龙，他们要打小龙团，拉出来吗？有点想抱我进场，要不打杀了？可以，我们去贴卡杀。万豪四杀啦！哎呦，我操！打你的大霸，我这么近的也要输啊！点点点点点，赶紧点了啊！这是 AD 我单切的豹女，我也杀了。我操！到底是谁在？龙也没有，我接受不了。主要你说你对吧，你要是段位不是很高啊，我也能理解。不是哥嘛，嗯，你说这钻石分段不像是大伙的操作呀。哎呦，不是万豪也能起来啊。是我跟他打着打着队友死完了。这万豪主要他能跟我缠斗，我这是打团装，打他比较慢。我最打到最后是能打死他的，只是耗时太长。我要是不管他，队友也打不动他。鳄鱼本来后期就有点乏力，上波我去把对面两个主力给杀了。都没打过，那么这波更打不过了，这边直接估计是被冲烂了。而且我没重伤啊，这万豪有吸血的。Rampage.